收获是国语方面提高了宗教知识方面的也掌握了很多。每个月有那个600块钱的伙食补贴，每一年有一次那个奖学金的助学金，我两年之内拿了两次奖学金，一次6000，两次12000。我们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课程设置主要有三类，一是宪法法律类，二是这个宗教知识类，第三个是这个文化历史类。我们的教学宗旨教学目的就是培养爱国爱教的、坚守中道、热爱和平的、热爱团结的宗教后备力量人才，将来他们也带领新教群众，我觉得是可以促进我们这个新疆和平发展，加强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和谐，我觉得很有意义的。